一眼望过去，太阳微微升起，山峦再搭配云海，超壮观。但温度真的冷飕飕，民众起个大早出门，全都感受到这波冷气团威力。海拔1200公尺的桃园拉拉山巴林地区，29号清晨气温来到6.5度左右，体感温度大概只有2度，民众直呼这真的是今年入秋以来最冷的一天，体感温度甚至比下雪还要来得冷。跟平常感受起来怎么样？平常感受起来差很多，我是在神木梯下了一点点哦，那边应该是6-7度左右。担心不担心接下来会更冷？应该我们这边住住久了啦，习惯了啦。而宜兰太平山游乐区清晨往天空一看，阳光照亮整片天空，透出橘黄色光芒，温度更低，只有3度，体感温度甚至降到0度 C。冷气团持续发威，气象署发布低温特报，29号北部地区低温下探8度，其他地区则是11度。周末白天冷气团稍稍减弱，气温逐渐回升，北部地区10到24度左右，中南部则是有11度到27度，东部地区15到24度。入夜后受到辐射冷却影响，迅速降温，早晚都很冷，日夜温差比较大。不过到了下周三，东北季风再增强，迎风面水汽增多，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天气比较凉，容易有短暂阵雨，提醒民众即将进入冬天，出门在外务必做好保暖工作。 TVBS 新闻林志伟、简大成、杨琦桃园宜兰采访报道。